我跟我姐的午饭，一人一个欧包。为什么这么对付了呢？因为我俩终于在上午之前打完包了，我俩要出去一趟，去臭美去。那个，前段时间我不是把头发拉直绑了吗？头发太厚，然后我小妹这有时间了，我今天下午陪她也去把头发拉直了去。外面俺俩头发就太厚了，一扎起来哈，人家皮套能勒三四回，俺俩就勒2回。然后一劈头跟大狮子似的。我姐今天还穿个小高跟鞋，粗跟的。这不算啥时候穿？我今天本来里面穿个衬衫来的，哎呦老帅了。后来一寻打包不行啊，就穿个 T 恤。一身黑。大脚头子带我整头发去，都走。我爸看家，你进屋去呗。进屋咋呀？那一会儿快递来了咋办呢？来呗。你能看见？你真是把他当家了吧？真愁人。你待你瞅着点，俺俩走了啊。宁愿在车里待着不行。我就不应该穿白袜子。着急早呢，哎，闹心。啊，我头发也长得黑的，长得挺快的，我也该长成啥呀？我想染门金色，然后这边没有，先染个这样的呢，就是比它再深一点的那种。现在说叫什么奶茶色，有点够呛。没事，一会儿我再问你，让他给我挑一下。我姐要开始染头了，染个显白的，白发。白发不用染的，老了自然就带了。我的先再等一会儿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可以拉直了，看我这头发多厚，跟大狮子似的。4:30，然后得接我姑娘去了。我姐还得多长时间？我现在洗了。就完事儿了？那我不等你了，我得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终于抽出来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把头发做完了，离子烫了。我每年都要做，因为我跟我姐的头发太厚了，要不然不做跟个大狮子似的。我姐还得在那儿等一会儿，但是我得接萌萌放学了，我先走了。紧赶慢赶的接到我姑娘放学了。